我跟我老婆吵得最凶的情况没有这么可怕，但是我们会摔东西。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是穷养的，所以每次啊，我在我书房摔东西啊，哇，拿书本摔，拿 toilet paper roll 摔，等到我桌面上只剩一台电脑的时候，我就平静了。有时候真的很生气啊，哇，是冲过去把地上的 toilet paper 捡起来摔多一次，只能这样。你呢？先天原生家庭对我的束缚。我老婆就不一样了，富养长大的，摔你的电脑，哇靠，她看到什么都摔。我告诉你，一过去啊，哇靠，那个化妆水化妆瓶丢地上，啪，我这样，你脾气就这样抽咯。我一过去，镜子拿起来又再丢，你这样抽的脾气给妈学了是不是？哇，然后拿起我电脑，我就讲，我就爱这样的你。厌世人夫，恶毒女孩 ，Lucas 嘉文，来自马来西亚，无情冒犯。仔细一看，简体繁体，简体繁体，妈的，差点两岸和平大统一，你知道吗？极度敏感，觉得这个世界啊，钱只会流向更有钱的人。大胆吐槽，给咬一口，这辈子都消不了肿的那种啊！卢克就是被咬了下巴两边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你女儿很好啊？喜宴恶毒女孩正式登陆萨泰尔娱乐官网。